我在61年的时候，第一次到荣总医院来那个看病，就是因为有那个很严重的荨麻疹。后来，陆陆续续在荣总看了很长的时间啊。等到学校毕业以后，又很幸运的就到了荣总医院来上班，就更能得了这个看病的这个方便。可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啊，陆陆续续一直看这个荨麻疹，也没有减轻啊，一直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在73年的时候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我每天需要吃到16颗的那个抗过敏的药啊，还有要打针才能够减轻，才能够让我这个安安心心的在上班。等到后来10年前的时候，我因为那个剖腹生产啊，生产之后就得了很严重的便秘啊。后来那平常的话，那个便秘的人家都是一天一次啊，不是，就是有时候啊2-3天一次就已经很严重了，我都甚至到1个礼拜到10天啊都可以不上厕所。那每次一要上厕所，就是好像很浩大工程一样，搬个椅子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啊，拿一大堆书啊报纸这样子。那在这个便秘的这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啊，因为在医院上班吃药很方便啊，也吃了很多的药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改善。每次我们那边我们的医生又有什么新的这个便秘的药来的话，都赶紧建议我吃，可是每次吃刚开始吃有效，就越吃越没效。我的同学啊，王丽芳小姐，因为认识嘛啊，她就很好心的啊，介绍我吃这个灵芝。可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她来跟我讲的时候，讲了很多遍，我也不敢相信啊。后来她就跟我先说，我先在家的时候也告诉我先生啊。那我先讲说不好意思嘛，同学来介绍那么多次啊，就跟他说好啊，就买了一些。可是买回来我们也不敢吃啊。就因为我先一个朋友在那个卫生署药检局上班嘛哈，我们就拿去化验，拿去化验的说跟我们讲说没有问题啊，我们才开始吃啊。后来吃了以后，大概吃了2个礼拜以后哈，我的荨麻疹哈就没有发了。那平常我都2个礼拜要去那个医院哈，皮肤科开一次药，或者是过敏科开那个抗过敏的药嘛。可是2个礼拜以后我就发现那个荨麻疹哈没有吃药也没有发，那我就去告诉我们的大夫啊，说我那个什么荨麻疹哦好像好了。那个他说那好啊，我说他问我说有没有吃什么，我说我同学跟我说介绍我吃灵芝啊，他说好啊随便你啊，因为反正我们的药也帮助不了你嘛，你要吃这个的话能好的话你就去吃好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从去年的10月中开始吃的哈，10月中的时候开始吃，到了差不多11月初我就没有再去开药，一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再去医院拿过那个吃荨麻疹跟便秘的药。那我吃了以后，可是便秘哈，我一直到了差不多1个半月以后才能完全改善。到现在为止啊，我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很方便啊，每天都可以去上厕所，可以享受这个，其实也不用说为了这个上厕所啊，就让大家浩大工程一样，让大家看得很紧张兮兮的啊。我今天很高兴啊，有机会来这边做这个见证，我也很感谢我那个同学王丽芳小姐。